边干嘛呢？热闹的跟开宴会一样。宴会？他们不会是发现我珍藏的大鱼头了吧？鱼什么头？蟹童子，你们是不是偷吃了我珍藏的大鱼头？放心好了，没人吃你的鱼头。对了，下一场游泳比赛能不能让我替你上场啊？以后一起玩啊！参赛选手准备了啊！他看起来好有自信呢，我必须全力以赴了。预备，开始！你怎么还不下水啊？我并不会游泳啊。什么？不会游泳怎么可能赢得了本老鱼？就是那里。我要求请老师来调查你们的作弊行为。输不起就是输不起，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要欺人太甚！这欺人？我们是用实力来说话。果然，你们 SSR 都不是什么好事神。你说啥？不是说你，大镜头。你们有本事！是谁拿豆子砸我？看来今天必须用武力来解决了。我意，停手！不要再吵了，我们谁都没有作弊，是有人故意在比赛中捣乱，想要挑起我们之间的矛盾。看，这是我在游泳比赛中找到的元凶。青蛙？难道就是这只青蛙把老鱼害成这样的吗？太过分了！不是。这个是谁？就是他。那这些青蛙是从哪来的？在我转学来这儿之前的幼儿园里，有一个喜欢养青蛙的人，他叫……怎么不打了？打起来才好玩啊！李小钱，果然是你！哼，真是个和平的幼儿园啊！过，只要给我稍加手段，颠覆这里也只是一瞬间的事。你说什么？哼，那么就让我们敲响幼儿园之乱的钟声吧。